经过数天的日月精华，零工210迎来了交货期。我们给客户做了一条加长 1.2 米的小臂，使用起来绝对 YYDS。 根据客户的要求，我们在浮箱里加装了燃油箱。如果底盘好是一种罪，那这台已经无路可退。改装不徘徊，开启新未来。随拆随装，和超宽的烦恼 say 拜拜。川管也想不到自己实现了诗和远方，呱唧一响黄金万两，车门一关一路平安，长河的小安等着 see you again。